的？就是它可以带那个，对，有那个叫什么，调节一下，看行不行。可以放电视，可以追剧，都是可以的哦。感谢安秋新日新月的大啤酒，感谢你的支持啊！一杯杯大啤酒，祝你的爱情长长又久久哟！感谢你的支持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大家没有给主播点关注的，点一波关注啊！点一波关注，我们最后几分钟可能就要下播了。这个是不是没有联网？所以说好像放不了音乐的样子。你看一下能不能弄？我也没有研究过呀。刘啊，这个角也还行吧。最后几分钟，大家点一波关注啊，点一波关注。如果有喜欢咱们主播的话，可以搜索一下 ID， 要叫小高老师带个小彩虹啊，你们自己去搜索一下哈。袜子是多少 D 的？不知道呀，不知道耶，袜子不知道是多少 D 的，我随便买的，随便买的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好不好？刘夫人手和脚都好好看，我那回头咱们去开展一下业务，做个手模，做个脚模吧，好不好？后面躺着够吗，美女？绝对是可以啊，绝对是够的，好吧？放不了就不放了吧，放的把它弄一下。35码黄金打造的脚，对，已经给大家躺下看过了，给大家躺下看过了，对，没有点关注，摄影师最后环节他给大家扒拉了一下，对，大家没有点关注的点一波关注啊。没有风啊，就我才刚来，美女，那你点一个关注嘛，点个关注，我们下周一还会给大家进行开播的哟。放不了吧，可以试一下，关注了是吗？好的好的，谢谢你谢谢你啊，就不知道你找的是不是我啊，感谢大家的点赞，然后我们直播一下午吧，那不能够啊，那老板又不给我加工资哦。铁盘是啥？这个是可以装我们的小桌板的，小桌板就是中间这一块可以装个小桌板，因为我现在是在三排这一块的空间，三排跟二排中间是有一个过道的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小桌板装在咱们的这个铁盘上方，直接拧一下就可以了，还是非常方便的。可以小桌板安装之后，我们可以在上面打，就是斗地主呀什么的都是可以的。